大家好，尔湾地产经纪人 Cozy。Total Rock 这个社区呢，是尔湾的老钱社区了。这个社区不仅是建在树林里的社区，它有很多的房子是带景的，就是可以看到城市的景观。因为整个社区它是在尔湾南部的比较偏高的一个地势上。我身后的这套房子是汇丰代理的一套，室内3000多尺，占地8000多尺的一个 single family。它的位置是在整个这个 Total Rock 里面地势偏高的一块，所以它的城市景观非常的美，而且它是正门朝南，院子朝北的一个户型，采光非常的好，很明亮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街区，3车位的车库，这是它的正门。进门是一个挑高的客厅，家具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就没有什么人住过，在这边就是一个人在这边住来着，所以是没有很简单。来看一下 view，City view， 晚上可以看到城市的灯光，远处还有山景。这个房子是正门朝南，院子朝北，有个小泳池、小 SPA， 玻璃的院墙，完全看不出来，视线非常好。很温馨精致的厨房，看一边刷碗的时候还可以一边看到城市景。就是一个早餐厅，正餐厅在这边，这里还有一个 mini bar， 可以在这里洗洗水果呀，还有一个酒柜。一楼有一间套房是带洗手间的卧室，是半卫洗衣机。来说一下车库，是3车位，地面我做好了，然后并且打了柜子，3面的柜子很好用。上来左手边是主卧，主卧是带挑空的，看落地的窗子，可以看到整个的城市的景观，特别美。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是不是心情很舒畅呀？ View view view， 这是每个人都追求的。他的洗手间都很新呀，因为打理得很好，也没有什么人住。这是2楼的一个厅，一个 loft， 然后左手边是2间卧室，共用一个洗手间。这边是正南的方向，这个房子正门是朝南，院子朝北。